传统市场，我先问您好了，您有跟家人去市场的经验吗？没有、欸，记忆中完全没有。我有去市场，我收银呢。哎、欸，带他们进去里面坐没关系，唐先生的位置。耶、yeah, ，那边的人呢？唐先生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们这样骚扰我们工作哦。那你逛那个市场，对你来讲有没有什么形容词感受？你说小时候吗？就今天。今天南北市场宜兰的吗？对，刀哥在拍照。身边，然后吃个早餐。嗯，老板娘告诉我们有一个邮车可以寄明信片。嗯，对，我想起来。对，后来去外木山，去野柳。对啊，那天骑车都很热啊。对啊。对不对？我觉得那两天的。他们说体感温度是四十几，对，那真的很可怕。就是骑去那个矿山那个嘛，对不对？对吧？矿山。前一趟的事了吧？过太久，问他们都会搞混。不是啊，插旗的时候遇到什么惊险的事情？不要讲插旗，插旗不是重点，是去插旗的路上才是重点。没有人这样骑的，不是灯塔。我知道你是灯塔，但你那个前面那个上坡路有必要这样搞吗？一定要搞到那种大家骑到这精疲力尽都已经要挂掉这样子吗？哎、欸，那好像是上一次吧，第三支嘛，第三支、啊，第三支旗这个概念嘛，第四支旗，哇，第四支旗是漂亮，六人齐心哦，然后可以，什么转经？哦，其实转经什么转经？齐力灯，我以为是有一个那种什么。就像那个什么牛郎嫦娥那种故事，然后有一台牛郎跟嫦娥，讲错了吗？牛郎跟嫦娥，牛，那什么牛啊？牛郎织女啊，对了，对牛跟嫦娥，牛郎织女牛郎，牛郎织女，现在玩反而有点乐趣，尤其我套环一个就套中了。这个做节目就有时候要靠一些天分跟运气。东西不见了，我吃完了就留在桌上。后来我回去找的时候啊，老板娘说她已经转送给别人啊，这我祝福这个有缘人啊，好好保护我的小龙猫。我跟你讲，我从小到大只要一坐船我就吐，那还好工作人员有准备了一颗晕船药，但我后来发现那他会不会是买成安眠药？我整个没办法讲话，我整个一路后来。虽然在船上不晕，但是我觉得后面我在骑车，我好想睡觉，我眼睛都快闭起来，我一直很想睡觉。我觉得吃一颗不是一个很聪明的决定。你是不是还想吃两颗？还有他跟你说，哎、欸，一颗很强了，不要吃两颗。哇，吃两颗，你现在早就睡在上面了，好不好？搭火车的经验，你说那种啵啵那种吗？然后也是面对了很多压力。保佑看，我牙齿有没有动了？没有，好像没有。牙齿有什么？没有，看起来没有东西。没有，就是看到新闻。这一趴我就留下来了。对，忘了一下，吃了这么多。声音还不小声啊！但其实刚刚雨天有给我那个耳塞啊，所以是还好。我昨天就直接把耳塞塞到那个亮哥的鼻孔里面。我想说自己塞不进，我就塞亮哥的鼻孔。然后他早上起来，我就戴着耳塞睡觉，其实还好，其实还好。来呀、啊！哎，抓不到我！抓不到我！你抓不到我！啊，一二三捞，好像全部不一样。一二三捞，这是什么员外戏神？一二一波哈，三二一波，好，三波。哎，等一下，一，好，慢半拍啊，三二一，三二一波，三二一波，好，三二一波。
好 ，OK 啦，谢谢。